陆文革前后那些很好的一些古董，他们流失出来的时候就流到香港跟台湾。那个时候台湾的一些收藏家非常意识到这个是国之重器。慢慢可能就是牵涉到政治因素或是什么，就是两岸他们进来会比较困难一点。华文明啊，这一直以来就是跟玉脱不了关系。玉它又是有各方面的美好的寓意啊，又是戴在身上有一个辟邪啊，有这样子财富、有地位的象征。